枪给我。江小姐提供的线索，你的我问很抱歉，你这些消息是从哪儿来的？我初来乍到，想要在唐州立足，总要有些门道的。感谢江小姐。就当送杜少爷一个见面礼了。把往事说的那么轻描淡写。别吵。那个杜老爷怎么了？这个是
唱得不错，马上就把他介绍给你，这是我们希拉的台柱。台柱，这样我还能听懂一些。
是图什么？这是今晚的船票，赶紧给我滚蛋！杜少爷和杜老爷可真是一点也不像。少爷可能还不知道，我不仅在国外读过书，我还认识真的杜雪。是杜少爷先开的玩笑，我要上台了，晚上见。少爷感谢人的方式可真是特别。少废话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？真正的杜轩宇在国外的那几年，我跟他是同学。还有呢？你还知道什么？我还知道你有一个弱点。井水不犯河水，
间，那蝴蝶落在指尖。已习惯一个人醒来时不安，点点的星光总让我期盼。来了几个？就他一个。那还等什么呢？值夜宵啊！关门打狗。
谢你啊，又赢了。林英还早着呢，走着瞧吧。三二姐，这是你第二次拿枪支撑，你放心吧，不会再有第三回了。三二爷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你别着急，一会儿就到你了。三二爷，别逼我，你要敢动一下，就先打死他。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要杀便杀，但是拿你的命换他的命，你觉得值吗？狗崽子，吓我？以为我是吓大的啊？事发突然，也没有征得你的同意，就擅作主张，宣布要娶你过门，是我唐突了。我理解，杜先生也是为了保护我。我知道我一介歌女是配不上杜先生的。哦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如果你在我身边，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危险。我只怕杜先生会落人画柄。就是因为这样才让
杜馨宇，跟我玩这种把戏，杜馨宇。干嘛？你被迷晕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还好我把你泼醒了。我谢谢你啊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在杜景川回来之前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这个位置可以，跳下去。顶多就是崴个脚。小英。啊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报复我？我是在救你，我有个计划。我准备在这里放把火，千万一他们不想闹出人命，到时候肯定会来救我们。哎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像也不至于放火吧。杜景川又不是傻子，这么愚蠢的算计他是不会相信的。他是个极度爱面子的人，虽然不会信，但是眼里也容不得傻子，看到我们在一起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那要是没有人发现呢？我找万能钥匙，到时候放你出去。你有钥匙你不早说，你还说你刚才泼水不是为了报复我。这个房间我早就想烧了，今天终于逮到这个机会。越过一道风，我是不会放过的。沉寂千百句海誓山盟，疾风候鸟无人珍重，我可不动容，隔着你怂恿。如果陪我走过往事碰撞，就是年少的你为我勇敢停留，躺进沙的荒漠，烟花成绿洲。我和你一起，你的爱是茫茫星海中一缕光彩，刹那间照着我，就像大海拥抱着天空，鲲鹏畅游与霓虹。如果爱是错落的梦中与你相拥，与你走过匆匆，心儿无声，我早已浮游，知足而不动。亲自来了，杜老爷也来了吗？让你失望，我弟他临时有事来不了。什么意思？他让我来接你。
胆怯。错了吗？人生若只如初见，地狱欢迎拥抱如那天那夜，举剑白驹还是沉默，举风候鸟无人珍重，我可不动容，隔着你怂恿，如果陪我走过往事总就是年少的你为我勇敢停留，淘尽沙的荒漠变化成绿洲，你的爱是茫茫星海中一缕光彩，这里不是地狱，朝着我上回家，就像大海拥抱着天空，鲲鹏常有与霓虹，如果爱是错落的梦中与你相拥，与你走过匆匆，幸而我想我早已抚养，今天也是你的大日子，睡着。我走的每一步都不会请二姨太向大太太敬茶。哟，这江姨娘长得年轻貌美，跟我们家少爷站在一起，真是一对璧人呀。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喝的是媳妇茶。太太，我爹今天有急事才派我接江姨娘进来，我不希望在她不在的时候家里又着火。太太请喝茶。进来吗？你是因为我才被烫伤的，拿这个擦擦手吧，应该有点用。你第一次来我家，怎么知道卢慧在哪？我给你的结构图可没有这些。总之你擦擦吧。等一下，手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芦荟过敏。我阿娘说敷上这个很快就好了。沐浴晨光，都是我调皮你才被热水烫到的。没关系，不疼。飞半夜，两人又相望，念念不忘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啊，我芦荟过敏，很快就好。一个长余音绕梁。你也会芦荟过敏？那双迷迷，我还以为你百毒不侵。明眸转，笑嫣然。走吧，我还有个任务要完成。什么任务啊？带你选个房间。好
久不见啊，吴叔叔，认得我吗？我是江素素，江夜舟和许英兰的女儿。我想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拥抱如那天那夜。有没有扯到你头发？想念没有，是一个没有床的房间，塞满了幸福的幻觉。你再不回去的话，就会被人发现了。爱过又何必埋怨？白雪公主，你别忘了吃，这样会熬得快一点。知道了。有些心酸，拿走了。就藏在心里面，不让你发现。他怎么完全像变了一个人？
寻雨。你怎么现在就想了？你敢绑架我？都怪我，我把你的脑子坏掉，我用的伎俩太小了。你还在我面前说这种话？真杀了他，你不可能活着走出去。我的目标不是杀了他，我没必要冒这个风险。你也知道是在冒险啊，你知不知道如果我今天不给秦婉仪下药会发生什么？下药？你上一次是不是怀疑我在饭菜里面下药？这种事只有你做得出来。下的又不是毒药，是泻药。你要是下毒药，
我还能夸你狠辣，下泻药算什么？我出，我就把泻药的剂量服。现在是谈泻药握不握手的时候吗？以后行动的时候能不能跟我商量商量？你把我明云送上火车的时候，你跟我商量了吗？哎，这钥匙哪来的？一样。学会这些的呀？我小的时候流浪过一阵儿，所以必须要学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才能活下去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敢说这些。收起你那可怜的目光。我再信你一次，想办法帮我把钥匙还回去。今天杜景川这种不得不离开的情形不可能一直出现，你今后怎么应付他？你真的愿意？愿意什么？就愿意用身体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你知道杜景川为什么这么宝贝你这个唯一的儿子吗？今天就算你没有给秦婉意下药，他依然会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的。你的意思是他？那就行。可万一有一天他又行了怎么办？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么无聊的问题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哎呀，这男人嘛，你不懂。他有时候他走。小娘，我担心半天白担心。那亲一下也不太好吧？出去！怎么走了呀？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个小贱人！闯祸了，江姨太，那个药不是你下的就行了。怎么，你手怎么样了？怎么流这么多血？没事。流这么多血还没事？我用红墨水吓吓他，要不然他太难缠了。那就好。等一下。你把芦荟粉还给我。
枪给我。董事长，天落的从前，暗色在蔓延，黎明中挣扎深陷，瞬间那蝴蝶落在指尖，已习惯一个人醒来时不安，天天的见光阻碍我期盼，那天的窗前你点起无人是温暖，驱散我心里千次万次的遗憾，冥冥中遇见一年又一年，想靠近的天气越来越遥远，那夜的屋檐星光落满了你双眼，多用力感受拥有片刻时间，一起的碰触温柔光线，
眼里的天真像少了一些。怎么了？好凉快。我起风了。我们可逃的寒暄，刚刚确实起了一阵风。把往事说的那么轻描淡写。怎么可能？你赶紧修正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这边吹过来就好。拥抱如那天那夜，正面一点，正面一点。想念是一个没有窗的房间，这样行不行？塞满了幸福和幻觉。这儿车修好了，可以走了。相逢太晚，等到情终时，往往要各自分散。我们该走了，不然他们该起。不生太冷，拥抱太暖。五分钟，五分钟该清醒的时间还是有。看风雪的极寒，飞舞的流光带走绚烂。消散的青春如何计算？回头看，真心还未改，只剩下遗憾。这里也没有医生，我怎么帮你啊？左手边，我的左手边有个柜子，里面有个密室，你进去帮我拿件洗衣服，我不叫你，你不要出来，去。你小心点啊。山盟，疾风候鸟无人珍重。我
可不动容，隔着松。如果陪我走过往事轰动，又是年少的你为我勇敢停留，淘金沙的荒漠变化成绿洲。你的爱是茫茫星海中一缕光彩，刹那间照着我，就像大海拥抱着天空，宽广长有与霓虹。如果爱是错落的梦中与你相拥，与你走过匆匆，幸而我想我早已富有，知足而懵懂。没想到吧，自己就是医生。千百句还是山盟，想抱住你要无人珍重，我可不动容，本来就是抱隔着松。我到你的心，如果陪我走过往事空中，又是年少的你为我勇敢停留，淘金沙的荒漠变化成绿洲。你的爱是茫茫星海中一缕光彩，刹那间照着我，就像大海拥抱着天空，宽广长有与霓虹。如果爱是错落的梦中与你相拥，与你走过匆匆，幸而我想我早已富有，知足而懵懂。我在无人处寻你，像是缺了水的鱼，如同迷失在梦里，没有水也没有你。你真的吗？救救我，你救救我，别让我深陷漩涡。谁先知？你的爱是茫茫星海中一缕光彩，刹那间照着我，就像大海拥抱着天空，滚滚长有与霓虹。如果爱是错落的梦中与你相拥，与你走过匆匆，幸而我想我早已富有，知足而懵懂的江姨娘的房间里出来了。哦，那个福利院那次江姨娘有东西落车上了，我给她送过来。
我们必须在你的身份上扳回一城。他其实非常在意我跟你的关系。试想，一个别有目的的假儿子，得多耐不住性子，才会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接近他的二姨太。只要你做出一个冒牌或绝不可能做出的事，或许可以以假乱真。不行，不能把你拖下水。你还记得那一次我放过自救吗？这回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的。你来真的吗？我不介意。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去处理。可是今天晚上没有星星。有。在哪？别动。你干嘛？这是什么？星空万花筒。星空万花筒。你可以转动它一下试试，可以变出不一样的星空。哇，好好看啊！有了它，以后你随时都能看到星空。这是不是就是以前教授说的那个，宇宙大爆炸？雪花晕开的那条街。
看不见了。空气冷的将时间都沈行之，你干嘛？像乱了章节的影片，这一场多年以后的遇见，你的笑容还是没有改变，只是眼里的天真像少了一些，带一点陌生，我们客套的寒暄，把往事说的那么轻描淡写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拥抱如那天那夜。不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以后送上火车，要把我送走的。
那个时候知道你是江苏苏，脾气又这么倔，肯定不愿意跟我走啊。我记得送你走的前一天，我还给你做面吃，那天是你真正的生日，我一直都记得。不是杜玄宇，我是沈行之。眼神留恋湖畔。我不是杜玄宇，我是沈行之。光阴流转，追不上。我不是江宇，我是江苏苏。转过身。我不是杜玄宇，我是沈行之。相互纠缠。我不是江英。谁能？我是江素素。看穿的雨是。你好，江素素。来不及盼望。我是沈行之。喜或悲。顺其自然。你好，沈行之。我是江苏苏。相逢太晚，等到镜中时，往往要各自分散。浮生太冷，拥抱太暖。脆弱的花瓣，怎堪风雪的凄寒？飞舞的流光带走绚烂，消散的青春如何计算？回头看，真心还未改，我知道，只剩下遗憾。我知道你是谁。说话了，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这么漂亮的脸，我这一刀要是下去，是不是会更漂亮？你要杀就杀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我说过我是生意人，我喜欢打打杀杀的。等一下。说，你知道杜庆庄有一张唱片吗？
你合作，什么都没留下了吗？那张唱片就是罪证。我用这张唱片换他的命。杜玄宇，你在说什么？那张唱片我……把它解开。是。上都已经做了标记，如果半小时之内你不把我们放了，那各大报社都会收到一份唱片，到时候你的罪行就会公诸于众。你经营多年的名声可抵不过记者们的一杆子呀。你威胁我？没用的，你知道唐城有多少我的人，既然这样，我就让你们俩死个明白。
几个留下来看着他们烧个干净。是。
到这儿吧。你上，我看着你上车。回头看，真心还未改。